他说他有看到新闻，看到往生者的名字，他就会把它记下来，慈不慈悲？慈悲。到了有法会的时间，帮他们写超度牌位，到现在已经写了一大叠，啊，非常好。是否可以帮助他们写永久牌位，放在三星道场？当然可以啊，啊，你就拿一种那种整包的，然后慢慢给它塞进去。那以后我参加法会，还可以帮他们再写临时超度牌位啊？要不要写？要，永久的放好，每一次法会还是要写的啊，这样他比较得到功德。所以各位，不管你看到什么报纸，你知道你就帮他写。有些人说，有人写就好了，我不用写，不用啊。每个人都写，每个人都有功德。报纸每天都有灾难啊，跳楼啊，啊，车祸啊，意外啊，希望大家多写牌位，而且在念的时候一直帮他念个心经往生咒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现场就可以给他一点安慰加持，跟他结缘了。